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象为您带来的《中华民国风云再起》加强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一拼老肖 vs 13游小稳，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老肖是三岁鸡，游小稳是三主力，想也是应该的，对吧？游小稳啊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游小稳啊，他是98C 的顶级高手，其主力是克武纳啊、克里斯、不知火还有莉安娜。看一下他玩02风云怎么样？开局的八神打的是虎虎生风啊。大跳 CD 出康，但是远重水没跟上，一把火烧过去，对色 EP 的轻脚收招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没想到这肖文也涉猎零二啊，看一下老肖能否稳住呢？自己毕竟身为是，对吧？零二的头部选手，那必须得镇住场子呀，对吧？下中拳先反一波葵花三式，先上一条百合折折中啊，这下老肖没防住吗？那没了，这小百确实很难防啊，气馁。来看下一回合，这小稳也是有两把刷子的，这零二的 BC 是信手拈来呀、啊、老肖这边的麦卓，哎，下轻脚下轻拳，八十米直接跟，看到你的落点了直接就点。有些人是看到而相信，而小稳是属于因为相信而看到啊，十分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下轻脚下轻拳，这要直接穿三，什么意思？直接一个下马威是吧？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没想到这小稳转版本竟然也是三把火，开局直接穿三对手，这八神玩得非常嚣张啊，但确实很强势。看一下老肖怎么找回场子啊，这东道主可不能掉面子是吧？看一下首发V字，还是八神，小稳这边八神倒是怎么说非常灵动，打起来完全没有98C 的影子啊，倒是零二的影子。看得出来啊，小稳这位选手的适应能力极强，是吧？不会因为自己玩98C 比较多就受其影响啊，这是非常难做到的，对吧？就比如说我玩任何版本都有98的影子啊，要想像小孩那样无缝衔接真的很难啊。哎，这一波中断则一下，八神这一局感觉是不太好受，但是小跳轻脚则中，小跳摆脱的又则中，肖正田今天对于小百的防守做的不是很到位呀。小稳这边趁其不备要几命，小跳百合折直接则中，蹲姿倒地，小跳过头，而且八神的百合折基本是无血的，对吧？身位非常低啊，打点非常低，前冲中前掏中，没有开 BC， 不然又是一套死。小稳哇，真多假多啊，真有全能王啊。来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由小稳这边二发出场的温妮莎，哦呦，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很有自己的特色。能量闪身过来，点下轻脚，好，后旋拳摆拳对策 ，EP 后跳，跳 CD 跟上，反边压制。老肖不再忍耐，直接开启暴走，但是哇，直接裸杀，什么情况？允许裸吗？这裸杀直接换掉对手的暴走，莲娜的下轻脚啊，超杀的无敌针也算是用的比较的到位了。要还血的，可能小文打着打着忘了这一场比赛是禁止裸杀的，毕竟98C 是不禁裸杀的嘛。小心拳前冲，好，打击头知道你前冲想防，想骗我乱动啊！小心拳借力打力，哎，将计就计。小稳这下付出代价了。温妮莎逆向前向一跳重拳，底半右侧重，要当这一下可以一套十个，只要他想。小稳，让我看看你有多稳。要当隐藏战争女神，直接秒掉，比分0-2，老肖要被剃头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哇，这小稳这天赋这么强啊，没敢想。OK， 首发温妮莎可以，这局还想秀，老肖直接开启暴走，不再忍耐，连跳进攻中断。确实莲娜这个跳跃攻击的中下则很难猜啊，尤其是暴走角色，暴政耳环，好的，直接炸死，踩到地雷了，地雷是吧？小稳这边八神还是要上场的，哎，我再次暴走，肖世贤彻底疯狂，身体里沉睡的有小跳轻脚，但是没接上，落地再轻升龙。哇、哦，小稳这边葵花硬推啊，跳中推向空，好，原地小跳中脚，对色一批前小影跳轻脚，刚好错开了对手的攻击判定，并且反踹一脚。看一下肖春泉这边的麻弓雅典娜，好，空投心灵传送，这下逆向防的很稳，再心灵传送，再点下盘。哦，先从延迟再点战重拳，小稳这边的八神还算比较稳啊，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跑抓。
好的起身生龙抄杀怼过去，八神四邪要不要赌一手？定投要不要的？跳冲腿想空连跳进攻，连中扇中腿，好的未必被点中，两个下清泉还好。我刚想说给八神流血比可不是一个好的选项，对吧？风险极大。看一下小稳这边，不知火，跳冲腿想空虚晃，哟。哦哟，这两边都很主动啊，都没有选择拉开身位去做地回，原地使出高跳重腿对策，一批前冲站重腿 ，Max 超必杀忍风，直接带走。来看萧晨权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七加射，哇，这角色不言而喻啊！但小稳只要力回做得到位，对手基本也很难近身啊。毕竟不知火的对空手段还是蛮多的，地头反压制强短有吗？并没有，等你 AB。下中去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连断连的不错呀，怎么断连了？好，下清泉两点点拆头，很明显了。反边小跳 CD 对 CRP 原地使之高跳，这西加射这个跳 CD 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啊，他的跳 CD 有对空效果，双脚是往上踢的，所以说能形成低打高。好，想秀隐藏擦边，这个隐藏是允许裸的，而且是不可防御，但是奈何萧清泉可不会那么容易被剃头，对吧？毕竟是顶着拳皇灵儿风云的顶级高手，除了山天成也就是他了，对吧？看一下小稳这边八神拍头啊，温妮莎拍头感觉还是不够顶啊，重拳抢断 AB 胜逆，好，没了。这下老萧防守也没想着防，就想狂攻来着，但是小稳表示你还是要尊重一下我，对吧？就算我是弯曲八 C 的。看一下老萧这边克里斯，好啊，什么意思？要还血吗？不还血，相杀了啊，差不多了。前冲点下盘 AB 正逆则后后摆车骗指令头，但是哎，小稳这下连断失误，明显是奔着九八 C 那么连的。九八 C 是可以重拳前倾脚再接前倾拳再接葵花的啊，但是灵儿是不行的。灵儿的八神的前倾脚没有任何意义啊，废招，好，谢风对空，无解。葵花三十带走，来看下一回合。这首谢峰的无敌针用的太好了。看一下老萧最后一个手底角色，确实这是我们不熟知的小稳的另一面，对吧？这灵儿玩的这么强啊，我倒觉得可以两开花呀，对吧？两边赞助都接，那岂不乐哉？看一下温妮莎，啊，不对，这威斯有点像，发射很稳健哦。铁山靠顶起来，没有后续连段前大一跳轻脚有点有点急了。好，下轻脚前走谢峰，哎，但是连段失误，重拳没跟上，直接开 BC 了，还是比较紧张，想着要穿三了，结果手一抖，重拳没点出来，难受。原重拳葵花撂倒，小跳百合折磨，这下是跳重拳正向，小重拳没防住，但是奈何打铁稍微高了一点，落地连不上连段，发生远重脚想去摸，想摸中就接隐藏，想法很好，但是奈何没点中啊。恐怖如斯，小稳这边的温妮莎，哎，想开 PC， 好，延迟是令头五连摔，老萧看起来要召回自己的场子，哎，我十三随机，你也别忘乎所以了，拼主力，那我绝对是碾压你的。好，前倾前右侧受中断，萧神权这个身位啊，掌握的非常好。来看下一回合，小稳这边的不知火。可能是98 C 玩的比较多啊，所以不知火呢也算是比较擅长了，用来手底，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角色的偏爱啊。哎，连续高跳躲下轻脚，哎，这下能量闪身，还想千效应跳 CD， 被反点下盘，小稳有点帅哟，逆向飞手之舞，高跳再点，但老萧这边也不急，好，反点铁山靠顶起来，没有秀隐藏，毕竟不是一期版啊，隐藏没有那么容易秀。延迟点地头，这下肯定要被拆的。K 点反应都能反应过来，反边感觉不太好动。好，下清泉缺乏二 P 的战重拳，也不算缺乏，选择二则。哇，萧神拳有够帅啊，老萧。那这样的话，双方比分持平，最后一分的争夺。首发温妮莎，小稳还是打算把八神给留到正中的位置，承上启下。先大眼跳轻脚对 CRP 后前拳想拉后，这个位置遭得中，来吧，超杀再怼过去，伤害瞬间灌满，但小稳这边可以一套带走对手的哟，好像很难洗手，跳 CD 抢空前冲，
对手很懂，直接起跳卖血啊，老教这下非常冷静，被你打一拳也就一拳了，但是被责到那可是一套死啊。看小稳的八神跳最低高大低重拳追下进冲，哎，刹车想骗对手乱动啊，这下下轻，哎，没接前轻拳啊，可惜了，这下最好还是跟一个前轻拳，不然连段不够稳啊。战清拳顶日泽，这八神逆向重拳掏，不急，这个版本让98玩家最不适应的就是这个八神的连段，尤其是他这个前倾拳，对吧，你这不能接大葵花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啊。这也算是对八神的一个小削弱啊，不像98对吧，大靠大六连跳重拳落地战重拳前倾拳再接大葵花起身两下就晕啊，晕点非常高啊。看一下小稳这边不知火，最后一个收体角色要反三了，重拳掏一下没开 PC， 老乔这边要秀隐藏了吗？好像并没有这个打算，假烧抢对空没对成，没了，哎，好连段失误，大跳飞鼠之舞，好吧，来看下一回合，先看老乔这边半斤量登场，好深轮，这升龙确实升得很有感觉，好，这一下大血反，哇，本来是没什么机会的，但是老肖这边升龙怎么感觉上头，逆向再去反，哎，好，去反失误，下西角三点天地霸王拳，老肖开始操作，好事成双，龙虎乱舞收掉，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这小本估计练一练能很强啊。